我们要去救援队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救援队。 Use the tsunami to solve the demolition problem. 老子家平民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！杀了上百人，号称非洲的捕猎之王。我们是不是要死了？人都会死的。 绝不是现在。